是进贡宫，我们进去这个神秘的韩国的传统的家里，进去看吧。你好呀，你好，有在吗？有人哇，这房子为什么这么漂亮？哇，我第一次放到这么好的韩国的传统的一个家，首尔整个首尔看到了，我们先看首尔怎么样呢？哇，挺好的一个。 就看一下首尔，哇，这个乐天大厦也看到，独塔东大门独塔看到了，右边一个现代汽车总部，还有是南山也看到了，这家实在非常非常好的韩国的传统家里，哇，真的好看好看，看到了吗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那么美丽的一家看到了没有？从来没碰到这么好的韩国的一个。 家里这个是住新房的，帮你们过来住呀，中国有钱的人过来住。在你们房间里面进去看一下，第一个房，第二个，哇，可以看到外面景观。啊嘛，第三，大房间里面进去大厅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么大的大厅，哇，看到了吗？这。 神秘的韩国的传统几百年以前的家，挺干净，挺干净。这个房间里面，看到一个卫生间，也有房间里看到北村的，这是北村的传统家。你们就观光过来的观光的地方，这还有客厅看到了，那么一个客厅，都去看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哇。 这么漂亮的房子，看一下外面，哇，挺漂亮的。外面那个庭院啦，这个位置，厨房，厨房看到了吗？那么这么干净的厨房，厨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传统的一家，隔壁的家也是韩国这几百年以前的家的。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另外的客厅，都看到了。 在另外的房子，这个是五房三厅三卫的卫生间，这个也是也有卫生间，这个也有房子，这房子在我们去看到了吗？外面庭院，那么这个也房子也是看一下，真的好的房子。 哇，新装修韩国的传统的300年的家，新装修的里面新装修过了。叭叭叭，早上7:40，外面房子这样的，哇，看到现代集团的总部，这是我们北村呀，韩国的北村传统的民生故居北村，哇，南山。 乐天独塔看到了吗？乐天大厦好美，嗯，好看的房子，天空，叭叭叭，这也是天空，嗯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